陪前人吃饭。太舒服了，一个字，真香。老板，这是什么鱼啊？画吗？哦。哦这鱼可不是用来泡脚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个字，真香。五花肉可不是这么做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这不是有毒的吗？你懂什么？这个是宝贝。一个字，真香。一个字，真香。现实中放生。网络中放生。哦，这个鱼太可怜了，我们给它放生吧。流量怎么这么好的？一个字，真香。做完可不是用做面膜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巧克力可不是这样吃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香菜这样吃太臭了。一个字，真 Q。这不是我踩的。一个字，嘎嘣脆。可多了，你懂什么？这可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香。棒糖可不是这么吃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这可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蜂蜜可不是这样吃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发菜可不是用来带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牛奶可不是这么喝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这是个宝贝，有点太可惜了。
一个字，真爽。这我是个宝贝。老板，这茄子多烂，不要了吧？这是我们南方的香蕉，拿来拿来吧你。南方的香蕉你吃过吗？爆炸！棒糖可不是这么吃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这个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嘎嘣脆。这个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补。这个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 Q。 挑战一天吃饱。斩断铁条，取出水龙鱼的龙筋，扎上银针，放到炭上烤，做一个银针烤龙筋。早餐就是个烤龙筋。到了中午，把骨头锯成小块，放到炭上做一个烤骨髓。午餐就是个炭烤牛骨髓。晚上天黑，把鱼骨放在石板上烤箱，沾上巧克力做个巧克力鱼骨。晚餐就是个巧克力脆鱼骨。一个字，真香。挑战一天只吃八个。早上起床，八月瓜沾上面包糠，放到油锅里做一个油炸八月瓜。早餐就是这个油炸八月瓜。真香。到了中午，把西瓜打成块，加入酸奶切成汁，倒入模具放冰箱，做一个西瓜冰棍。中午就是个冰棍西瓜。到了晚上，把葫芦切开，把药取出来打成汁，加入后悔药做一个葫芦羹。晚餐就是这个葫芦羹。一个字，真香。一天吃黄色。早上起床，把黄米糊用漏斗滴到冷水里，冷却成型，做一个黄色小蝌蚪。早餐就是黄色的小蝌蚪。到了中午，泡面沾上鸡蛋液，用热油把泡面油炸悬空。午餐就是个黄色的悬空泡面。到了晚上，把榴莲塞进大肠里，烤至金黄。晚餐就吃榴莲大肠。又是拉稀的一天。这个是个宝贝。冷藏十分钟，吃先试试原味的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谢龙借我拍个视频吗？吗？哦，还蜘蛛吗？一个字，真香。模仿某些网红做饭，正常人做饭。模仿网红做饭。这个是个宝贝。
人吃饭。我真香。